须弥龙游，净台妙题，1700工资2298的嗜血追击化魂，法房电魂闪吸血鬼，引弓化魂，精心一剑出其不意化魂啊，套装琴音三叠零赫啊，这开心哥的天罡地煞号啊，然后要研究一套终极的 PK 思路啊。鉴定了这么多没有梦想啊，梦想已经完成了，7月9号就完成了，都一个月过去了，那今天就是来拿无级别的，打包带走，牛了，无级别就是打包带走啊！开心哥从来不轻易的鉴定军火，他鉴定军火的时候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启发，某种启示，他是相信运数啊、命运、五行和星座的男人。2021年8月份的开始，恭喜我们开心哥喜提无级别限制飘带，零波程可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属性是不是国标，一个457，一个424，一个420，一个420，一个441，一个436，一个474，441，420，无级别限制之敏耐双加，敏耐双加51啊，孤独打造，强化打造，无级别限制，457伤害命中没有吧？啊，加个锁吧，这回可以直接带了。